今天又来送账号，对，又来送账号了。那这次账号的话，其实已经转送第二次，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送出的后组嘛，第二个组呢就是没有再上线。那有问过他，他说跑去玩星球了，对，跑去玩星球了。那这次账号我就希望再转送给有缘人。那这次账号是我们家的神谷啊。那神谷他也是退坑了，那如果对这账号有兴趣的就继续看下去，以及如果是蛮希望是送给回客玩家啦，那因为他这个账号目前来讲练度算是不错的，战力有三十几万，那主流角色的话像是剑圣啊、冰里无邪啊，甚至绝版的宇文拓，还有我们家的小雪，这些角色都有。那比较适合可能就是低进度的玩家转高练度，然后高练度的玩家就不用参考了，因为我觉得这账号没有到很高练度了，那算是中低练度的玩家蛮适合的一支账号可以做参考。那只是他等级没有跟上目前的70等，然后以及那个神兵技能也没有去做一个开启的，不是说神兵技能啊，三星技能啊，所以可以拓荒的东西还蛮多的。那赠送的条件跟之前一样，就是希望他新的主人可以继续待在我们的翠邦，然后如果对转到天机齿的玩家天机齿伺服器的玩家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这支账号。那他目前账号资源其实不算多啦，钻石的话剩下2000多，然后十字硬算剩下13个，然后还包包的话我看一下哦，烤鱼200多，十字鸡七刃石啊，鱼鳞玉石啊，看起来还可以啦，还可以，还可以接受啊。好啦，那如果想要这支账号的，记得就留言，到 FB， 到 FB 一样留言给我，然后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支账号，然后我会评估啦，就是最认真的那一个，我就是希望送出去就不要再让我每天就不要让我去。去督促你上线嘛，就是希望可以认真经营下去啦。虽然我其中有送一只，就那个新玩家玩得很厉害，把那只账号经营成打 PVP 的哦，我觉得这个就很棒，很棒。我希望就是能接手的玩家，就是能用心经营啊，真的就是开开心心玩下去。好啦，那本部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有想要跟三毛说的，欢迎影片留言，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FB 跟我说。我送账号是免费的，那就是看你留言的，你想要接手这支账号的原因，以原因为主。好，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